我是林立先生，大家好，珊娜。Hello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铅笔盒，对吧？这是爸爸带来的画画组哦。画画组，对，好重啊！一个是《冰雪奇缘》系列的，哦，好重；一个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，好重哦。是姐姐的《冰雪奇缘》，这个有艾莎，然后这边还有雪宝，雪，这边还给你一个雪花呢。然后这个是安娜，打开来看看。第一个，它有三层哎。第一层，铅笔盒系列，这是颜值笔吗？对啊，这是三角尺，然后两角器，椭圆形的。哎，第二层笔，那笔，彩色笔，好多颜色哦，很多颜色。我觉得是我的那个。第三层呢？第三层。一层一层下去，对不对？太多了。哦，这是色铅笔耶，非常。它都有好几个颜色，都是色铅笔。很多，大家带这个去学校就好啦。可是没有铅笔呢。来，妹妹的外面有公主、仙杜瑞拉、贝尔，还有这个是谁啊？青蛙公主。青蛙王子里面的公主。然后这是茉莉和奥利维。然后这边还有小美人鱼、乐佩，还有白雪公主，打开看看吧，里面的粉红色。先拆这一层。好。熊。哇，哎，它是铅笔擦，紫色的笔和红色的笔。小铅笔机，紫色笔、蓝色笔，还有尺。尺上面都是公主，好漂亮哦。对啊。那你第二层是什么？跟姐的一样吗？答对了。但是跟它细的彩色笔，对，图案不一样。来看一个好不好？上面这上面，它的笔盖上啊有很多公主的图案，都是阴影的哦。有美人鱼、啊。有啊，很漂亮。好。哇，这是也是色铅笔，它这上面也是满满的公主图案呢，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每个公主都有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拿纸给你们。这样子，雪宝，雪宝是什么颜色啊？就是雪，可以呀、啊。雪宝，画雪宝。大家来看哪一个人画的比较像？完蛋了。然后呢？雪宝最重要的是那个萝卜的鼻子。他粗一点，粗一点好。啊，我觉得我画的越来越好笑。哇，你看姐姐的那个色笔上面是雪宝。我跟你讲，色笔上面好可爱哦。眼睛。啊，它有脚吗？它有啊。哦，这个小方块啊。雪宝。我等一下涂颜色。我画有点不像。雪宝像这样子。也好可爱。还没，它头上有三根毛，对不对？我的人好像怕了，这样子。然后这是姐姐的雪宝，妹妹的雪宝，你们觉得谁画的最可爱呢？我的，这就是爸爸从上海迪士尼带回来的。画画包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这样带出去很方便，它就这样一包。像化妆包一样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我们去那个当一哥哥家就可以带这个去画画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次从上海迪士尼带回来的哦。喜欢的人到迪士尼也可以去找看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在上面留着。来吗？我留着。你可以放在你的铅笔袋里。